主料，茄子一个，辅料油盐面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茄子切成细丝，加入适量的盐，腌制5分钟。茄子出水，加入适量的面粉，搅拌成糊糊状。锅中放油，油温八成熟的时候，把切丝面糊糊放入锅中，摊成薄饼状，一面煎至金黄后，翻面，两面金黄后出锅，切成龟子块状，装盘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